Hello， 刚才拍完那个屏东十二反空降堡，然后看一下这个我又回忆了，那时候我跑全马的时候，跑到水恩酸那边休息过一次，这个是我的回忆，然后这应该也是当兵的人的回忆了啊。附近这边是大舞台，然后这边是环岛东路，给我老婆那边，车子还是蛮多的，你看，南边是文康中心，上去是那个四部，四部还有个坑道哈，那也不能讲 ，OK， 不能讲，很多都是不能讲 ，OK， 然后这是我的回忆 ，OK， 这个是我的回忆啊，真的，那时候跑全马，那时候腿好酸啊，真的有那边拉拉筋，真的有 ，OK， 车子很多，危险哈。对啊，这边车子都超级快了，好不好？都没有什么品了。好了，短片到这边结束了 ，OK， 拜拜，再见。